说下载是打卡吧，这么多钱带着不安全。不会啊，你要玲玲姐教你啊。你爸是真不会啊，他就是指着这个见见你。婷婷，婷婷，哎呀呀呀，来晚了来晚了，堵车，老是堵车。婷婷，看旅游呢，想去哪儿？ 这孩子怎么老是看手机呀？对你的脖子不好。看见爸爸也没教。别动我头发呀！头发倒是长长了。妈让你别忘了吃维生素。哎，还是你妈更孝顺。 自己洗碗，钱，爸爸。哦哦，对，拿好了啊，装起来啊，包包放前面。我妈说下载是打卡吧，这么多钱带着不安全。不会啊，你让玲玲姐教你啊，你爸是真不会啊，他就是指着这个见见你。 下午爸爸没事儿，回家吧。爸，我都在携程上买好机票了，一点的票。玲玲，一瓶水啊。走啦，哎，等一下。周末我过生日，你回来一起吧。我记着呢，我妈给你准备了礼物，跟小时候一样，咱俩一人一份儿，我挑的。走了。 爸，记得吃药，照顾好自己。改签行吗？爸，我都订好票了，走了。怎么老是这样啊？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。哎呀，婷婷，2个小时行吗？改签2小时行吗？爸，这晚上还有雅思课呢。 我来不及了，我得回去准备准备。走了。哎，等等，爸爸送你啊。不用了，你还得一个人回来。我车到了，拜拜。玲玲，我走了啊。哎，玲玲，有吃的吗？孩子还没吃东西呢。哎，还有三明治，我刚做的。明白。哎哎，好好。哎，等一下。 哎，等一下！雅思啊，出国，挺有钱的。什么意思？暂时住着不容易，老实点儿。我警告你啊，不要搞事情。我能搞什么事儿啊？ 陈宇现在天天盯着我，杨林他爸还在调查我，吓死我了都。